怎么起来呀？最后一个啊。我八号的。三倍时间。对啊，我八号是八点三点。来，我八。三倍啊。多啊，多两分，啊，多啊，九分，他这个，他前面的场景啊，我八了，第二点，四场了，来，你卖动我动到，动我又不赔钱，来三倍我八块来去嘞，不急的啊，看小姐了不啊，伊拢无动我咧动咧，来我八块出来你咪落三倍，多啊，两分。对啊，对啊，五百块，还要收我四千的五百块，够不够啊？五百，知道啦，这么少？你别人个好，讲话哦，好来好，感谢你。嗯。来，你叫我发钱来，来，基本交给你来，快点讲完咯。志文啊，给孙志文，大概拍钱，孙志文。谢谢。哎，好，不能再请到高志文了。谢谢。感谢你哈。谢谢。来，阿杰讲完，都要三倍讲完。来，公完来，公完搁几个三倍来，公完，公完再来啊！我帮你拿过来，冲抓起来！哎，回来，蓝山的陈老二，临场准备好。阿德啊，有没有去把那卖手药啊？练习。来，两包不要买两百了，我们冲抓饼超好吃，可是没有了，只有真香。两包没爆红。别进小东啊，冲抓饼退来了。一百块来，冬瓜饼买几包？多条。来一百块来，一个人拿两包，超过两斤哦。来一包红的，冬瓜饼一百块来，一包肉。冬瓜饼两包，十大片，一包五大片，两包就十大片。来一包冬瓜饼。还有人没有拿到的吗？大家来，今天来，一包过来，冬瓜饼。冬瓜饼嘛，低点啊，冬瓜。冬瓜饼，冬瓜饼，来，一百块冬瓜饼，小姐要好，来，赶快，最后三位了，冬瓜饼几包？两位三，要来，一百块，有的都拿到了哦，晚上还可以敷脸哦，因为有够爽的。来，冬瓜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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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冬那有人咧起来争夺哦，无就可惜啊！来回去啊，免两百、一百块我都，一百块来，哦，我先包小姐，小姐都还无可惜。好，去我啦，好去我啦。大意思。回去啊，一百块姐妹哦，一百块多了哦。啊，这边几台来，我今晚做两个来咯啦。赶快啊，我做完了。几台拢好来，我到时今晚来。一百块来，最后三个人去，几个买？我们找个机会，有这边有宅配，去脸书搜寻“新达王中煌”就找得到社团。外公啊，里面有电话有卖。今天哦，秋香先上一招啊，我先变看卖啊。今麦鸭肉吼，比鸡肉较贵啊呢，啊鸡肉现在咧起价，所以鸭肉今麦吼无啥人敢买。这是鸭肉串啊，今年鸭肉串绝对吼会缺货。也不是吹话，无人拍入啦。这啦，这个八千，一千我算你三十多，伊也是啊，一包。对啊，买一包等于行。哎，这种真的嘛多只，我们去年有煎过，很好吃，一人一包啊，来三百块了。给我两包做那边啦，安尼卡袂了伤济啦，好不好？品源堂的哦，看好哦，品源堂的哦。来，要吃鸭肉快点来！我先让你们过中秋，提前过中秋，用煎的就好了，不一定要用烤的。两包没三包，你要我的？对啊，没几包的，试吃啊！哎呀，这个话就给小黄把中秋卖完了。对啊，几包鸭肉串，两包没大包的熊熊，来几包的？来一百块，一人一包，来几包的？鸭肉串。我把它写三千，每一包的生肖三千，要八千，来一百块。好了好了，中秋节干杯了。好了，中秋节干杯了。王进，这个是中秋节之前。王记了，王记的那个综合卤味才会出现的东西，非常好吃。烤肉用。来一个人两个哈。中秋节之后就没了。一天八十了，两天发了八五了。这种啥西人个价了？王记综合卤味，大白做的哦，这不是我该做的呢。免八块，来一百块。这也算拜拜哦。
来一百块钟，一百块来，来一百钟，做好起来哈。来，王记做好卤味来一百，来最后一位了，真的好吃，加热就可以了。来一百盒，最后两盒，来阿珍小姐，后面的小姐要来，来谢谢，来阿珍姐送月谢谢，来三百盒。哎。哎，是啊，因为我还等二十分钟呢。对哦，哇，我等我的点钟啊。这光出来冇用就对啦，好啦。来三百，来，今天要请你来三百咯。是哦，是哦，让你们稍息。来三百，好啦，一二三百。是樱桃，不要浪费了，来三百，来三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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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面那边人不要大号咯，下面一百五，都我哈，来好，谢谢。来，有雨来，我们这样，你们都光。是啦，没啦，没啦，没啦，有一个人有看到的话，就是水箱中。来，我未来进来，没关系啦，你可以就对了。来，三八来，谢谢姐，谢谢姐，五站站里，五站站里就。来，三八了，三八了，谢谢姐，来三八好，工作没了啊，有要三八，三八，三八，都没了了哈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哦，阿古来，别讲那话呀，我阿来，今天我化解了啦。我来上家一样，好不好？来，别拜拜，上家别。宝箱找。哦，是不？这药放心不？我半杯半小盏，今天要欢喜啦哈！十杯免两百百个，一百个万杯啊！提来三两哦，还多十杯、十七、十杯哦，提俩十杯、十杯、十杯，你们听不听？十杯。来，要只开五十，唔免来二十块我都，二十块，来三杯给你啦。我咧二十块买红盘吃啥物？你打一条粉都卖两百啦，你今摆要吃七十块来，二十块我都，二十块来，二十只三个吼，我好钱啊，我二十块顶多袂当大家买呢。要一份倒来，嘛要双份呢，要双份真少会难买。三个啊。来啊，回去啊，来出只三杯买着去。对，来，我做来，我做来，我做来，这边来，来，千三百来，一百块，七个，来，回去按一百来，进，回去按，最后两百分上来，一百块，来，一百块，一百块来，被抓包来，都回去按一百，来，谢谢来，来，还有鸡翅来，有鸡翅三百，两百块我的，我给其他同学了，来了，这两给两包了，拜拜，多少了，好，谢谢给他，打开就能吃了，解冻就能吃了，来，给两包来。免两百包，来一百六，一百块来，多给其他来一百六。一百块。两包袂，两包袂，一百块轻松，两包袂，一百块跟收入来，一百块来多给其他。多好只哦，现在建议多加点几钱，多好只来，来一百块来，今日最后两个人给来多给其他。一百块来，一百块，阿姨你爱一份哦，来最后一个人给哦，来多给其他一百块来。是不相信我？没有看到。来多给其他一百，最后一个人给来。一百块。等会嘞。来，什么人吃完嘞？来，今日不同我买一百块的。再来一个。来，剩一包来，一包嘞。一包多剩一包了，不点那边一包。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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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不是两只，你两只就超过三百啦。是啊，你要上万了。对呀，来吃什么啊？真也好吃啊，汤也好吃啊，看到你超高兴的，看到你就欢喜了。来，来，来三百块拢话嘞，这一位，来三百咯，我一欢喜，我真的大坏，我天哪，这生死了。来两个。来三百咯，来上上来，来来三百块。今天有尾鱼下巴哦，要买的赶快来哦！来沙发坡路，来沙发路，来最后两位了，博的博啊，来最后一位来沙发路，要求变好化妆，来最后两位哦，来我八百七八沙发坡，这么空沙发位就来那个看，哎呦好精美，来沙发来最后一个人，最后一个啊，刚才加精美，刚才。来三百块，最后一个客人，包含了硬汉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非常好吃。来掏钱，暂时不能出来。对啊，虽然呐，好吃，对啊，对啊，你再来。
我咧问超一个，你唔来讲你，你搁比我遐伊？来是啥毛病？200块有两下啊！大家坐坐咧。好啦好啦。他通肥啦。我唔知啊，啊，无人要搞赢啊你。好啦好啦，别变态！哎，老早要做头一个，老要食四鲜哦，200块来。大尾我有两，100块来，哎呀，要一份了，200块来。啊，我四鲜哦，100块啊，吼。100块。我见人，伊大家拢有通，皆有通拜拜啦，吼。100块了，来100块来。一只大只有两毛，来100，啊，你无要插我？哦，对个，对我坐在你讲个哦，大家拢有买呢，来100块来，100块。大家哥，你唔免200，来100了，四千毛，一块怎么十块大只啊？恁都有两个呢，来100块来，100块。哎，有虾啊，哎呀，几块啊？对哦，来100块，一块怎么10块呢？四千毛100，做粉做好啊，用气沙包用用的多啊，哦，啊不，你用真的真正多啊，来100块来，来100块，留下100，都有人无买着无？来来，来100块啊，来100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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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我建议你去脸书上面搜寻新达港的中房，就找到社团里面有，里面可以，做展配联络，200块通通给你了，几千吗？我修这边，修这哦，来200。文哥很久没上来了，你一上来我突然想到你以前的一个外号。我叫钱搞中包包，还是什么搞中包一样的？这样你买吧，200万都，拢给你啊，拢给你啊，好啊咯。这种鸡两三只出来啦，也成万多啊。来，阿要吃，最近要吃啥拢无老公的来。包贝鸡过来一份。好。我阿好啊，鸡腿啊，你炒几下未？我。来，这鸡腿你阿好啊。我呀，鸡腿你阿好啊。好啦，最近起来，我有买老贝卖你啊，阿无我先一只300。你在那有看到的你？我在补啊，我。几个来？一两只毛哦。来，要吃宝贝炖全鸡啊！哦，宝贝，吃全鸡哦，这才拜拜哦。你就算没有要拜，带你回家哦，加了就可以吃了。哦，弟弟妹妹哦，囡仔叫来就再回来啊。来，虽然要一只三嘞。哎，各位，我们三刚刚上来的三包，陈辉文。金龙沙子，我拉飞碟两餐，其他鸡皮有够鲜脆啊！这人要一只，唔免300，来二啊五，这下你要几只？我袂敢笑话这样，我每只来200块咯。来200块。包贝炖全鸡，真的很好吃，来200块来，200块咯。好，一只鸡200哦，你家袂敢笑啊？一只鸡皮200块，大哥你要几只？而且你手里面，但我来尊重你啊，来尊重。来200块来，最后剩四只了，无啊，我无加啊。来200块来。一只包贝鸡200，到了哈，都买到了哈，好了，谢谢。嗯，我懂。来，好，阿伯来要吃牛肉咯，牛肉咯，我讲嘛，阿伯咱家有人要牛肉炖嘛，阿伯都好适当。在里面呐，龙胆呐，龙胆买1000啊，我讲真，我进龙胆的，第二路够俗的俗，阿伯吃免个1000啊，来500块，我说500块来龙胆10分啊，500块全部平当的都加10斤啊。一袋10斤重，然后要吃来500块，500块。新买者，新买者，来两袋500咯。你买啦，我你欢喜啦。哪个要？紧啦，动作快啦，这两袋进货，你花500块。来500块啦。免单，免单。昨天了，恁吃好贵的。来500块。这进一箱卖六个人的。你无卖六个，你就是无赚钱，就是了钱，赚得了钱啦。免1000啦，这人一半人，来500块，龙胆就翻吧，来500块，最后4个客人，龙胆十翻咯，足好食哦，真正好食哦，来500拢话未啊，龙胆的。We call you 早餐。我看龙胆看500块，我一个人吃呢，你个人吃龙胆紧来啊，我看你要吃完就无阿少啊。这我该吃要吃。来黄鱼，来黄鱼，正阿袂买啦。别人家吃了黄鱼，买1800来500块来，来500了，500了。哎，各位最近青菜有比较便宜一点。这四位啊，来500来几杯了？来500了，来500，这个菜你来500，别人家吃了。
五百块。无啊，无黄鱼啊，一个人几尾？500块，拢我哩。笑啊！一百块人出，来500块，宝哥来，宝哥，过来你问问。哎、欸。我不听话，笑来，要不要叫你奶奶就过来？我那边，对来，阿在讲拍头啊吼，拍头我阿在做。我按波了啊，我是在分两。来，小黄鱼来。哎，您这店该三老公。先不聊这个。哎，这个拿几包给我来。OK。那个，我先不聊这个。嗯。我上场了。妈的。抓花脸的，地瓜煮的。来，我们家哦，我拍头好多只。打针的。今天人少。救命命！来冷八分。没冷八分，我们家拍头七八分我都。一百块，一百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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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靠腰都搞不了，我这这弄这社会这点，来七八块了，搞定了，搞定了，老老女的来七八块了，搞定了，搞不了，要凶，来七八块了，一百块了，来今天提我这电话费了，来今天来七八块都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六，哦，得干了，哦，老女的来，哦，你要我搞不了啊。来七八块来，今日要吃拍头啊！哈，真真好吃啊！来，今日来七八块来。还有还有。我有话啦，你免烦恼啦，我袂晓笑啊，你烦恼哪话？我都无烦恼啊，你烦恼啥？来拍头啊，七八块今日。一百块来，一碗就好啊！来七八块。哦，老师啊，你家愈大只啊，会长大一样啊。来，看他七八块来，各位人无看到无？那七八块是咧交朋友的，你赚够钱才会赚钱哦。来，七八六，看他七八块，十块外块的。来，一百块来，三毛买着。啊，未开着。未开着哦。来，今日七八块来。我今日鸡拢送伊啊，唔是该送二块数来底啊。来，看他七八，各位人无看到无？来，七八块来。来一百块饭好了，饭好了。是啊，是要给你低头，现在你搁咧考虑哦。宝贝，今日七百块，一百块饭好。有啊，够不了啊。好，谢谢。东西改了，拜堂啊。来，瓜瓜圆的地瓜薯条，这冬瓜好不？够啊，够两只啊。够沙发好不好？帮我抬个木。好啊。哦，有一包。不要拼了啊！我要猜对啊哈！来，几块薯条，我等下吹呗。我先来，还要拼拼了。好。来，要吃虾的来，海白的啊，大尾的啊。大只的啊，很漂亮，很新鲜，非常美酒。来三百，这盘。我你三个人去吃。这样，海三百唔免，来两百块。来两百块。来两百块，来要吃海白的来两百块。来两百块啊！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两百块，三个二元，这一盘要卖三个二元。来最后一个，来三个，来三个，谢谢，来这盘拢稳的。来安博贴单好了，来谢谢。来，第一家你有开二十块哦，有开二十的来。七个，忙个对人来对来，有十块。来安博贴单啊，来来，大哥，来谢谢，不急的啊。三百块的，我有花掉钱。来，要吃地瓜薯条了。来，抓包圆龙，要抽签拜托我买哈。一包原价350，五斤重啊，350就算了。350是伊的出货价，你外口买一包无买400，你买袂出来。一包袂啊，袂靠啊哈。你拼袂了，你唔通搞冒险。有一包吼，我打。打五折，再打折，打到骨折了。打到你骨折，没四包，没三包，一包两包你买袂着哦，一人加几个，剩五包呀，一人包，哦，一人包，但是我还讲哦，这一个月时间给你，哦，这一个月的时间来，加吃完啦，我是在坐在台湾57号番薯，超好吃的，一人一包，没五包，没四包，三包，两包不够，还两包。这样一包的金龙给这个价啊，来大欧啊，150，来150，好的150，真的很好吃，你们没有气炸锅，我跟你讲煎一煎就好了，一包美丽冷包的熊熊来大欧了，150啊，花花人的地瓜薯条，哎，这不是麦当劳的呢，
是咱正台湾人对我不错呢，来百五块，剩三包也无，再来赶快出身。本土的啊，本土的啊。足好食，拢有啊！我问你啊，我一包百五卖两差的哦，我都有啊。对啦，对啦，安尼恁有机会啊啦，嗯。我干没好想话来，人都有够来，进一片来三百块来，两个人够够。你要进一片吗？来三百块来，两个客人吃了。还有两个，两个。对，我不知道还有。啊，你要两份，就买两份，来五份来，六份来，七份来，八份来，九份来，来十份来，三百六，来进一片三百块来。还有哦，进一片够王哥。这个，这个还有吗？没有，现在没有了，没关系。加火啊！加火。哎，来，再点火，必须火哦！不离的。等一下，下面。来，今天要买条蛤蟆下手。蛤蟆，蛤蟆。今天买条蛤蟆，不要紧。你有带的，你买，你没带的哈，我这蛤蟆发财了。哎，有错不？我唔知一个当包几粒互恁，但是我这蛤蟆百分之两百是了饲料，你搬走位哈。来，虽然买一百块，唔买啦，今仔买一百，来三嘞。恁十块就买到买来三个蛤蟆，恁买来，唔买一百，唔买八十、八十、五十、四十、三十拢唔买，来二十块我来二十块，十块拢会使买二十块多，买二十块。上面还有。哎呀，来，再来二十块。我要买什么？五块。好的蛤蟆二十块哦，你都带人买啥？你石头嘛买多，你买蛤蟆呢？来，我再来感受。来吧。来，我来。好的啊。好的啊。好的，不能问。来，二十块了嘛？来，我来拉来，去阿弟等啊，看我，我这什么货？来，好了，好了，来。哦。为什么家是因为有厂商愿意便宜？愿意便宜给我，中秋抽一下这样子而已啊，要不就天天抽，没关系啦。来，再讲一单，你们能报销？其实我今天心情也蛮好的，因为我有某一个频道，放了四年前的影片，突然流量飙得乱七八糟。六年，四年前的影片，流量狂飙。这边两个没啥，我弄一下，一百块我去掉，去掉里面，一百块，一百块钱，一百两百，一百六，一百块，一百六块哦，一百两块，来一袋里面一百六，来一分就好，包了，对，那边一百块了，我这里打完费就来，一袋里面一百块，那个有一包酱哈。里面弄完了之后，酱再下去拌一下就可以了。啊，另外个蒸饺荷包蛋，我有鸡腿排，你个选择鸡腿排，一个套餐八五块，先开啊，安排五十，有你阿无咧？来哦，今日来一百块都一百块了，对吧？你有买无啊？对，有只意大利面，都买来啊，一百块，有了哈，有买了都买了，没有买了也买了哈。好，谢谢啊，感谢您啊。来好，阿要吃，有只老牌啊，有啊，吃着啊。无啊，都车上的，你也可以带个，看你那个。